sun shines bright as it moves across my face. I feel the light and everything is in its place. I woke up feeling great. Today was made for me. And life is good the way it should, the way it was meant to be. And it's a beautiful day. The wind is blowing, the bells are ringing,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while birds are singing. I am walking, and I am laughing. Life is perfect, I'm not trying, it's just happening, and it's a beautiful day.现在时间是早上8:30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前往就是彰化的一间喜乐育幼儿园，然后我们要去准备，我们两个啊准备一段表演给他们，然后希望能够把这种快乐氛围送，就是带给他们这样。对，而且为了这个表演，大概筹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对，然后希望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在练这个，就为了就是为了今天而已，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快乐。给你爸的带动唱这样子，为了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们，然后想要表演一段很精彩的舞蹈教学，跟他们一起欢乐，希望他们能开心。其实做公益呢，不一定呢，就是一定是物质上或者金钱上的资助。我觉得呢，像这种带动欢乐的部分呢，其实也是做公益的一部分。从小老师，对不起，你说。没关系，你说。从小老师就有教导我们要日行一善，所以做善事不是想到才做，是必须要每天。你有在做善事吗？有。做什么善事？我在。随便乱想，捐钱也可以啊。我老太太过来。我都有在捐钱，对。那你呢？绿豆啊，我扶老太太过马路。没有啦，绿豆好像也是第三次参加公益活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第一次跟第二次你是怎么经历？跟这一次比起来，第一次的话是去老人那种安瘫养院，就是陪老人聊天啊、唱歌什么之类的。那第二次的话就是去那种幼那个什么，也是育幼院、孤儿院，单亲家庭的那种，那也是有像我们这种活动一样。把欢乐带给小朋友，所以你也觉得这个活动有意义？对 ，OK。而且去到那个地方跟他们相处，就觉得特别的平静，特别的开心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？我觉得很踏实。而且你们去完之后，都会想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人事物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去喜乐育幼儿园。那等一下我会穿布偶装。那我这次装扮的话是史迪奇，就是去陪他们唱唱跳跳，带给他们欢乐。那我平常的话也都是已经把日行善这件事情已经
融入在我生活当中，所以说去也是以平常心去面对他们，对，那去带给他们欢乐，我觉得说这对我心灵层面来说的话，是会让我得到更有充实的感觉，让生活中更充实，对，也让他们的生活多一些乐趣，不会说就是一成不变的感觉。好，这一次要去喜乐育幼院，是我第一次，对，那我以前也有帮助过蛮多人的，也看过很多中风的啊，然后养老院的那种，很需要爱与关怀，然后能多帮助他们做一点公益这样子，对，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带给他们欢乐，然后能用爱与关怀去接纳他们，让他们更。在这个社交，就是让希望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。哇哇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出剩下，不然钓鱼记啊，哦，带动跳，对啊，我要带动。那、啊、你有想过你要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要叫北极，北极想姐姐。像吧，我北极熊哥哥，我当北极熊哥哥。我管你，我要当北极熊。今天要去那个育幼院做公益，对啊，我们食品部可能不善表演，没有准备什么表演活动，但我们有准备一些海苔跟食品，希望他们会喜欢。我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去那个喜乐幼院，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去那边玩的愉，就是可以去那边活动的愉快，就这样。刚表演完，觉得其实，虽然他们没办法表达得很清楚他们的语言，但是我觉得能够透过他们的表情跟他们的那种热情，让我们对感受到，我觉得有达到我们要的那种快乐的氛围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所以觉得这种公益活动以后可以多多去参与，可以多多参与这种公益活动，看到他们开心，我们真的心情也都好起来了，真的很快乐，真的。去喜乐幼儿园就很开心啊，然后有感受到就是去那里会有就是一些感特别的温暖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会想要再去，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会想要再去做一些回馈之类的。今天学到蛮多事情，觉得我们要知足惜福，然后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多一点爱呀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可能付出一点点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多了，就可以让他们开心，所以之后会有这种活动的话，我也是很乐意参加。今天去育幼院开心，因为觉得很充实，然后第一次体验，然后觉得很新奇，然后看到这些小孩子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就觉得我们付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，然后可以让他们很开心，所以就觉得很开心。今天就是我们去了那个20的喜乐育幼院，那就是其实还蛮难得有这一次机会，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的，然后去其实帮助他们，就会就是让他们开心，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这样。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就是帮助人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有钱人就出钱，那我们没有钱的我们就出力。然后就是去带给他们开心，这样，谢谢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就是到那个喜乐育幼院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然后可以来就是帮助这些人，然后散发一些爱，就是一些爱心给他们。然后其实我没有去过，就是没有做过这种公益，然后去到那边才知道那些老师有多么的辛苦，然后很有耐心，然后看到他们。看那些小孩子努力学习，我觉得真的，蛮感动的。就是，反正我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就是参加这次的公益活动。然后希望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会参加。虽然蛮累的，但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微笑，一切都值得。然后呼吁大家可以多做这种公益，我觉得真的蛮棒的。谢谢。Hello， 我是萌萌。然后我们今天去那个喜乐育幼院做那个。公益的活动，然后去了之后才知道老师他们那些老师有多辛苦，对，就是非常的有耐心，然后
对小朋友也就是很关心、有关爱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就是表演完之后，看他们开心，我们也很开心。然后希望之后公司就可以多多有这种活动这样。太妃糖，太妃糖 ，Go Go Go！ 耶！